主题就是新生代作品女神，先跟大哥拜码头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几位是最近你知道，哇，最夯的，非要的羚羊一般，叮叮叮人气爆表，真的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后面这位，你靠什么走跳综艺节目啊？我玩游戏，后置都要帮我劈很多草莓。你是疯了，人就为什么？草莓供应商啊，这个是荣誉吗？对啊，好像他很骄傲的样子。他把那个劈草莓当勋章了。对对对，草莓之后，草莓姐。啊，指甲可爱，好细哦。哦，哦，嗯，哎呦，受伤哦，青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要破了要破了。要劈草草莓，要剥草莓。哎，剥草莓，剥草莓。哇！欢迎林莎。我这个也是一个胶原蛋白哦。是，年纪很轻的。嗯，林莎今天来上节目啊，目标几个草莓？今天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是静态节目哈。对。请问什么星座的？狮子座。嗯，那你三围是？32D、23、34。OK。他有个爆红照片，请看。哎呦，没有，这个没有草莓哈，水出芙蓉，这个不用草莓，这即将草莓哦，即将草莓，对，因为他画上去，啊，衣服就不见了。下一张。啊！哇塞，这是好丑，你李连杰出现，对，这个一定要草莓出现，这个龙真的滑下来，对，它是一个滑水道。怎么这样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节目模仿跑步机？爆红跑步机是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比手画脚给队友猜嘛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的题目就是跑步机，然后我就在上面就是按那个机器，然后就开始这样跑。然后因为穿泳装，然后就是会对稍微有一点晃动，然后他们就一直故意不猜出是跑步机，然后我就一直在上面。那怎么猜得出来？我们一定会猜，波涛汹涌，大浪花，人在浪头上，端端端。突然飞弹要发射，词汇好多，很厉害，很会猜。请问一下，什么节目会泼臭臭你啊？什么是臭臭你？臭臭你？那个时候立冬也在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一次我真的超幸运的，因为他大概12、13个人去抽那个球，然后抽到球的惩罚呢，就是要泼那个臭臭你。那个真的很臭，那真的 ，Oh my god， 真的就是很臭臭你。他是用那种优格。然后超生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泥啊，对，然后就倒在他身上啊，啊，最酥的，哎，它是一颗大气球在我头上破掉，然后痛，对，最后单位就说你的脸要朝上，我要朝上，然后我就脸朝上。就是综艺三国志，哎，你有台的节目了，那我联络他们，就是明天我不去。哎，那个味道应该很像那个。那个味道完全洗不掉，那是要因为头发跟那个湿味道哦。对，完全都是那个味道。然后回去之后，因为现场你又不肯冲太干净，因为要离开了嘛，大家都在等你，我就随便冲一下。然后上去之后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这个味道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就在他旁边，人越来越臭。超臭的。我们本来都会坐在旁边，就是慢慢就远离。啊哟。对，所以真的很幸运那一次，就你中臭臭你，其他人没有，然后整张脸都是。哎呦，他还蛮敬业的，因为我们其实有男生会帮他挡嘛。不用，他就不用，我自己来。那他的服装是什么？那时候是上衣是比基尼。嗯，对。因为那个男生要帮他挡嘛，张立东说：“我帮你挡，但你给我拨。”他说：“不要，我自己来。”我没有讲证据的。那你现在那个味道掉了吧？我现在很久了，还怎样？他整个人腐烂的，有一点了，有一点。哎，没有啦。不是你每一次出外你一定会受伤，你这么冷静啊？应该是说，因为我每次玩游戏都很拼命，但是我的受伤都是事后才会发现，就可能指甲刮到或被道具割到或什么的，对，当下我都不会有感觉，是到后来说，哎。啊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说，哎，那什么时候弄到的？这样，对，就是一次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伤。像以前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因为很专心嘛，后来我下来说，哎，刚刚这不好吧？我怎么样？一把刀插在这边，我哎，怎么这样？哦，你太夸张了吧？一把刀，还有这个严重？我下来的时候这边湿湿的，我那个斧头砍的。
我就说 OK， 你很喜欢外景节目，对，很喜欢。嗯，你觉得外景节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？嗯，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可以学到跟团队，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些像队友一起协助、一起合作，才有办法完成某一个游戏。那一定要大家的默契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重要。合群啊，对，就是大家，我蛮喜欢大家聚在一起，可能想办法要来完成这个节目，跟中间的一些策略这个部分。那你希望将来自己能够组织外景节目？那你喜欢哪一种外景节目？哦，我特别喜欢吃美食，所以我希望是跟美食啊、旅游啊有关的一些节目。哇塞，你都挑这种最好最好的，挑好玩。也会吃到昆虫，最累的外景节目是臭臭虫。最累的节目吗？我觉得每一个节目，其实我们啊在当观众的时候，你看都不会觉得很累，都觉得哎、欸、很轻松啊，大家都一定会说哎、欸、好像没什么啊，但其实真的去上了之后才会觉得哇塞。玩真的很累，很难，都玩真的，就是你可能当观众会觉得说，哎呦没有啦，就是有剪接啦，或者什么放水啦，可是真的完全没有，就是每一个我只能讲，那剪接师比我们受伤还贵，就是我们都是玩真的。其实我们国光有几集也是在玩游戏，在玩游戏也是很累，都玩真的。是，下次欢迎一起来玩。就是游戏不能玩假。嗯，对，那你就是啊，那你就是说玩很大很累。玩很大吗？有一些游戏的小小的环节，像是比较偏体力，但是我已经觉得我自己体力蛮好的了。但是呢，那一个像有一次是那种环湖的那一种，就是你要跑，大家要在每一个环湖的关卡国旗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现在每次看那个旗，我好想自己偷偷把它烧掉。那个旗一出来，眼泪就出来了。环湖，结果那次环什么湖？太湖。他那我们那时候是去韩国，对，韩国的那个一个湖，那湖真的很大。然后重点是你可能已经跑得超累，然后好第一关就是。蒙眼走直线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超累，就是很惨，没有办法走的。我有时刚才两个路，我眼睛差点瞎掉。为什么？挤那个什么？我们用头扎那个。哦我知道，我有看。柳橙汁，对。然后那柳橙这样一直用头怎么扎？哎呦，两个头皮，两个人是很扎紫，锁定在中间嘛。皮呀，两个皮。你们那个节目制作人是沈玉玲。怎么会这样嘞？哇塞，那个皮，那个水流到眼睛里面，重点是尴尬，是很滑，滑掉，然后还重点是跟他拨到，是挤那个榴莲啊，用头去挤榴莲，挤榴莲那就退出，然后拿榴莲把志文打死，弄榴莲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虽然辛苦，但是每一次录完哦。都很开心，有收获，都很开心。对，现炸的流程，因为制作单位带我们吃的很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玩这种游戏节目，整个录完虽然累，但是感觉像运动过。对，是，而且感情会突，感情会很好。嗯，对，就一开始来第一天都不认识嘛。对，那就慢慢啊，录完就还会大家还会联络干嘛，蛮好，没错，然后就在一起变很好，没有，没有机会，有机会，那有跟张立东联络？立东小心啊，有跟张立东联络吗？没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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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套招，不要跟他联络，他有牙周病，真的，还没有甘蔗，不能咬甘蔗，所以说你们要出外景，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就是量力而为，啊，不要说为了拼了那一个游戏，搞得受伤就不好，是。好，我以前也是玩游戏玩到受伤，然后好多年还没好。他以前头不是这个大小，更大了是不是。我是走独木舟，每一个球啪，然后就变这样。现在还在走，还没有变回来。